主料：低筋面粉90克，鸡蛋4个，辅料：葵花籽油45克，盐1克，白砂糖80克，水60克，柠檬汁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材料 A， 蛋清4个约60克，柠檬汁或者白醋几滴，白砂糖60克，盐少许比，蛋黄4个，白砂糖20克，低筋粉90克，色拉油豆油45克，水60克。自己做可以干果，先准备蛋黄糊材料底，蛋清蛋白分开无油无水的盆里，清水加油里面，用捣蛋器打到水和油融合，加入蛋黄，一个一个的加入，分次搅动，直到融合，加入白糖、盐，搅动，筛入面粉，分次筛，搅拌。拌好的蛋黄糊，将蛋清放到一个无油无水的盆里，电动打蛋器刚开始低速打，刚起鱼眼泡的时候，加入柠檬汁，中速打泡，加三分之一白糖，膨大一倍时候，加三分之一白糖，打到尖峰时实性发泡，再加三分之一白糖，高速打，打到短而直硬性发泡，最后一分钟低速，先降三分之一的蛋清糊，加入到蛋黄糊中，且拌，千万别搅拌，避免上劲。将拌好的糊全部倒入三分之二的蛋清糊中，摆拌均匀。拌好的蛋糕糊装入6寸模具，烤箱提前预热，180度50分钟左右，出炉倒扣脱模。打发动物性蛋奶油打发的时候，如果是夏天，一定要在盆底下垫冰块，抹刀先抹平面，可以分割几片，中间加奶油和水果等，周围抹上奶油，菊花嘴表花边。家里只有一种色素，平时根本就不用，过生日都用水果装饰，今天为了练习裱花就浪费点奶油，过后是不会食用的。即使再好的色素，这种大面积食用我也不喜欢。细节图，花叶装饰的成品图，烹饪技巧。材料 A， 蛋清4个约60克，柠檬汁或者白醋几滴，白砂糖60克，盐少许比，蛋黄4个，白砂糖20克，低筋粉90克，色拉油豆油45克，水60克。自己做可以干果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